挚友们到达孤儿院之后，首先赠送给每一位小朋友一份礼物和大批的日用品，同时也跟他们一起唱歌跳舞。接着他们还参观了院里面的设备，并且当场决定在近期之内要捐建院舍一栋。他们并且还要向社会的热心人士募款，来改善孤儿们的生活。安南狮子会的对我们这种义举，使得孤儿院的员工和小朋友都非常感动，连连向他们。